霹雳舞起源于上世纪70年代，植根于美国的 hip hop 文化，是街头舞蹈的一种形式。霹雳舞80年代进入中国，风靡一时。当时在马路边、广场上，常能看到年轻人潇洒地走起太空步，或是对着空气擦玻璃。上世纪90年代，霹雳舞的竞赛方式也陆续开始出现。1990年，国际年度街舞大赛正式创办。随后，霹雳舞的选手逐渐遍布世界各地，霹雳舞的浪潮席卷全球，成为了许多青少年喜爱的运动项目。2016年，国际奥委会决定将霹雳舞列为2018年布宜诺斯艾利斯青奥会正式比赛项目。如今，在国际奥委会正式宣布霹雳舞成为巴黎奥运会正式竞赛项目后，亚奥理事会也将其列为汕头2021年亚青会和杭州2022年亚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。回顾亚运会的光荣岁月，体育舞蹈不是第一次进入亚运会。早在2010年广州亚运会中，当时体育舞蹈中的标准舞和拉丁舞就已经成为了正式比赛项目。在2022年亚运会再次落户中国之际，体育舞蹈中的霹雳舞又成为了正式比赛项目。至此，霹雳舞迎来了崭新的发展契机。以宣扬个性、创新、突破为文化内核的霹雳舞，酷炫的动作由三大元素组成 ,Top Rock、Gang Rock 和 Freeze。本质上，霹雳舞是一种运动，它已经逐渐演变成具有多种体育元素的全球流行文化形式，要求选手具有超高技术，综合了协调、力量、艺术、创意等专业技巧，体现了活力、张扬、力量、平衡、潮流等特点。霹雳舞选手将自己称为 B-Boy、B-Girl， 通过一对一 battle 对战形式进行比赛。舞池至少需满足6米乘6米，且厚度为5厘米左右的梅森奈特纤维板，并平铺在坚实平坦的地面上。霹雳舞竞赛采取红蓝双方在场地内轮番的形式进行，双方各完成一次对战，称为一轮。每场比赛对战开始前，裁判应到指定位置就座 ，DJ 设置好转盘和调音台。准备好将要播放的音乐 ，MC 邀请选手登上舞台，由 MC 宣布每次对战以及期间每轮表演的开始和结束。对战双方每场表演时间不得超过60秒，如果选手表演时间过长，裁判长可以进行干涉 ，MC 将要求选手结束表演。